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款牛皮纸袋。随着禁塑令的展开呢，这种纸袋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。这是一款鲜活袋子，上面印有漂亮的画面。这款袋子呢，很多朋友们会用于打包炸鸡快餐，还有一些朋友呢用于装猪蹄儿、装鸭脖等等各种美味小吃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临摹款是非常好的选择。我们呢有多种材质、多种型号，工厂直营、支持定制，能满足大家小批量定制的需求。袋子呢都会单独的塑封包装，干净卫生。有想要打包外卖的朋友们，抓紧时间来订购吧。